掉你的机部电脑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5月29号的 VJ 老大赛八强赛。今天有我们阿娟对阿红啊。阿红就是我两年前打 Pokemon 的朋友啦。今天第一日打比赛啊，今天直接攞八强啊，大家检讨一下自己啦。我看回阿娟那队先。今天阿娟队嘢是钙加大亚卢卡加代兽加血液加雷魂加地狗啊。咁我哋再睇翻阿红嗰边嗰队咧，就系应该草降、降中血液雷超盖欧卡同埋凤凰嘅，咁啊系一队好典型嘅盖凤队啊。咁啊，烧包觉得盖凤队同埋呢一个大亚卢卡嘅盖欧卡队点样比啊？抗性上感觉上，阿娟嗰队系非常之好嘅，即系对整体队好多 team 都好好嘅，但系对翻呢队盖加凤凰嘅啊？凤凰的话是最双干，他的攻击链稍嫌不够咯。即是你先是盖凤那边打击点不够，定是阿娟那边不够？阿娟那边不够，主要是打不到干那边，应该。第二机啊，两位选手，唔该。娟净系可以靠只代兽或者地狗嚟，其实你对对面就有啲伤害咯。或者人帝亚卢卡能有火招咯，唯有咁咯。喂，唔系喎，你咁突破性就再只冇人员都有机会系喷火嘅啫。系啊。好啦，咁啊，重新介紹翻。咁今日咧，我哋今日嘅 Vision 內有總共三個評述嘅，咁啊，包括我 Hugo 啦，仲有吸吸唔到嘅小巴，第九名嘅 Wesson。係啦，咁啊，我哋首先睇翻我哋手法啦。咁阿紅嗰邊咧就手法呢個雷超再加呢個血液喎，睇嚟係咪想呢啲強化或者下馬威嗰啲嘢啦？咁呢啲大家都知道就講得啩。咁啊，大家一開波就兩個 Intimidate 咧相衝翻先。嗱，你望下券呢、這個，券係 VGC 15最好用嚟協人嘅。对唔嚟啊！你呢啲个开发，通常咧见到呢个组合嘅话咧，一般嚟讲咧就应该岩崩加电磁波啊！咁啊，大家见就呢个自吹自擂。不过而家呢队都几稳阵啦，有雷超喺度，雷超做一个 cushion， 唔知咩事啦。咁啊，再提翻大家啦，其实今日咧系打呢一个 3GC 15个，大家见到系冇神兽噶，系啦。今日系唔俾用神兽啊，用神兽要 DQ 噶。但其实你咁样睇，其实。对面券其实对呢边嘅步泳员比较威胁咯，其实，但系佢都威吓咗对面只地狗一次，其实。同埋我咧有雷超喺度咧，咁啊雷魂基本上系废咗两招起码，咁啊另外有啲咩招可以对到雷魂都未必有效啊。知啊，呢个世界有好多唔知觉醒之力，精嗰啲咩嚟嘅。咁会唔会有觉醒之地咧，雷魂？当然有机会啦，但另一样方面，威吓咗唔代表安全嘅，即系地魂咧，其实输臭。地魂其实可以是特工型的，不过看看先啦。不过近排都少了，因为始终特工型太低工了。好啦，阿娟那边咧就换咗只大卢卡啦，阿红那边的血液咧就 mega 进化了啦。我都挺喜意呢个 switching 嘅，因为相对于嚟讲，你一个下马威打落去Dialga 度啦，急傻咁做。哇 ！High Power Voice 对应该对地狗非常之大嘅伤害嘅，咁而家地狗做咩啦？我在 CT 啊，咁啊，原来一个地震打埋自己嗰边，但系大卢卡呢个特性就系呢个唔受队友嘅攻击啊，所以咧就安全 switch in 啦。补充翻次，佢呢、這个呢招叫咩？呢招叫 telepathy。咁啊，效果就系唔会受到队友嘅范围伤害系嘛？其实啱啱呢一枪已经睇到呢边嘅步泳员快过对面只地狗，咁其实呢边只地狗已经再承受唔到一下步泳员嘅高音啦，已经。但系有大牙卢卡喺度咧，咁样到底步泳员会唔会放心攻击到对面都系个问题啊？哇！你谂下，大牙卢卡好多选择噶，由一个背心啦到巴巴巴巴巴，好唔多道具啊？系，唔系可能特工砖嚟嘅。话时话咧，咁样嘅大牙卢卡点样入手啊？要呢只地牙卢卡系需要起入位硬食个招嘅 Hyper Voice， 而家应该大牙卢卡应该会有出招去打翻对面一只步泳员啦。嗱，跟住 Muscle 打落去麻痹咗啦。咁到底佢会唔会欺空咧？迟咗咧，可能。乌鸦嘴。我是最强的乌鸦嘴，最强的字和最强兵。你
边个选手想想受到乌鸦嘴嘅帮忙，请快啲俾多几只公仔 Redson 啦。加翻10蚊就会费得噶啦，可以帮你字对面。Redson 会帮你祈祷啊。通常结冰啊，结冰多同字都多噶。仲有催眠三 round。其实咁样情况下咧，咁我阿卷嗰边系呢一铺真系极大劣势，尤其是佢而家雷超就安全仲喺度啦，咁后边雷云啦，咁阿卷都换埋最后一精灵就系呢个盖欧卡啦，咁啊面对住其实有机会有麦冬蕉嘅呢个血液咧，咁其实咧呢个盖欧卡都被要挟住啊。唔系，应该话只雷超对佢要挟大好多。咁仲有隻咩嘅喺度嘅？仲有隻大龙卡喺度嘅。嗰隻已经俾人治咗噶啦，唔会再喐噶啦。下边可能都治。话时话，但系龙卡睇嚟今日都 hit 咗好多人啦，系时候还紧运啦。见到佢一出场就俾人 CT 两镬，跟住然后再治喐唔到，咁佢死咗啦，应该系佢一冇血噶啦，假嘅笔嚟噶，绿色嗰啲系。你不如讲下头先究竟佢点样 quit 人哋系咪啊？咪一上嚟咪俾人呢个咩啊？啪啪 voice 同埋呢个，唔系话咁佢点解要还？我唔知道我讲啊，我估佢今日 hit 好多人啦，真系。唔好理啦，一招伏特攻击打落去，加油加到，哇哇哇！死唔死啊？我唔死啊！哇！究竟我想讲咩咧？我唔知讲咩好。运气展压啊！哇！但系一个 legend 边打咗埋去，到底冇人死硬嘅？我拉气翻佢啦。气氛嚟啊！气氛嚟啊！嗱，字啦，字啦，字啦！哦，冇气胸啦！真系乌鸦喉！你有冇俾钱噶？头先俾咗入会费啊！娟，你而家俾翻20蚊我，帮你吹捧一下 ，OK 嘅，喐到嘅娟，你下枪喐到噶。到底字咗嘅盖欧卡同草金边个快啲咧？问题都唔喺呢度，因为即使你气胸之下开个气胸。你受到草干嘅，讲草干啊，草干嘅威胁之下咧，睇到难有任何嘅伸展嘅，都睇落去就应该处理唔到草干啦，好视乎翻只大卢卡嘅招式嚟噶。好啊，而家呢个时候，阿卷你都系谂定下一 round 点转啦。依家大亚卢卡嘅配招系关键咯，咁有冇某啲招咧？我觉得如果系卷嘅话，佢唔应该呢枪 show 佢啲招翻嚟，留翻下枪。哇！你讲晒啦，咁搏一搏救埋呢场啊嘛。咁如果大亚卡真系有火招，咁样可以有得打嘅。咦？但系呢个时候保护喎，睇嚟阿卷谂住。有啲自攻勢，煩惱種子抹走咗水，點解唔攻擊嘅？我都奇怪啊！而家聽冇事發生過，第三對二兩隻字都唔係冇事發生咁啊！蓋歐卡都保護咗，我當冇事啦，冇血影響過 ，switch 咗 ，switch 抽咯。好啦，咁样而家只雷云冇咗个雷超嘅麻烦嘅影响之下，有冇可以发挥咩作用啦？咁其实我觉得阿卷呢个就系胜算啊，始终佢雷电云可以处理翻佢嘅凤凰啊，然后只要谂翻办法点样处理翻草降得啦。草降好烦，保护凤凰做一个保护啦，阿卷岌晒头喎，唔通佢做啲咩？哎呀！系对面岌头啊，点解要电磁波而系去攻击？唔好嚟，冷冻钢锉，一个螺旋土，佢真系咁惊 miss 咩？呢个啊，提醒啲嘢啊！如果做螺旋球嘅话，个麻痹系计算在内嘅。你好明显睇到佢就想折磨阿卷嘅啫，其实即系如果啱啱嗰下佢用咗草招嘅话，就佢凤凰就复活咗咯。我哋有呢个上次嘅经验者小火 miss 咗3次嘅，所以我配嗰只草角系用中子爆弹，炮啊，炮咩啊？炮啊 ，rip， 炮 miss 啊 ，miss 啊 ，miss win， 炮啊 miss， 好，而家你睇翻先，加咗翻个保护，留翻个水，系啦，10万伏特，喂，好鬼衰嘅你真系，咁会唔会有字咧呢下？系冇嘅，好啦 ，brave。又嚟螺旋球，但打落去个雷系始终减翻半都唔系好痛，唔系喎，一半到啦。
但系依家凤凰俾人要挟住啊！点解？如果啱啱我会用自我再生咯，因为都冇乜机会做到啲咩嘢，就或者了妻啦，会补血咯。唔系，其实只凤凰而家咧，其实佢就当佢死噶啦，我哋都可以。唔系下身保护咪得咯？你唔好唔记得，你记得嗰只草角可以出招噶，而家仲有啱啱保护咗只狗噶。其实我哋啱啱睇到佢螺旋拳，再嚟一招系杀唔死只雷魂嘅，除非佢 CT 嘅啫。我當然有樣嘢叫保護、雙保護同埋三保護、四冇四保護 ，sorry。我好似我最高紀錄都係三保護嘅，都係喺比賽度。哎呀，呢、這個時候要確定要 switch out 啦，變咗蒂亞盧卡翻嚟啦。咁有咩盤算呢？蒂亞盧卡可以擋到幾多招呢？好，雷魂嗰啲保護，點解會保護呢？如果鳳凰呢個時候搏一搏補血嘅話，就可以逆翻轉啊！但係鳳凰冇保護到啊。草降会做乜嘢呢？我想知道喎。喺 power， 喂，都话会 miss 噶啦。咦，你而家种子爆弹去咗边？我配啊嘛，唔系佢配啊嘛。都话 power miss 落嚟，就系呢招唔会中嘅，就系 power miss 啊！大家记住，佢嘅全名唔系 power whip， 系 power miss。不过其实打中咗都冇伤害嘅。唔系冇嘅，有一样叫 critical 噶，唔好咁啦。倒佢唔会 critical， 我把乌鸦嘴讲嘅。诶，睇嚟阿娟有啲心机喎，始终3-2，凤凰速度又唔够雷魂快。唔系，我始终啱啱凤凰打咗落即保护咗嘅盖欧卡度系一个 misplay 嚟。嗰下 misplay 太大啦，始终佢打即系个凤凰系白白俾人电咗个枪。其实我觉得啦，凤凰决定连保啦，但系冇用啦，咁啊一个新闻放打埋去，到底会唔会抽到最低乱数嗰啲打唔死咧？咁啊冇啊，咁啊打死咗啦，仲要 CT 埋。惊你唔死啊！好啦，咁啊，剩翻土降一个打三个啊！土降做到啲乜嘢啊？咁啊，对面一个龙波动睇嚟都冇乜火招，格斗系招啦，咁啊，一嘢车埋去，咁啊都扣好多啊！其实话就话有抗性啊，咁啊再嚟一个螺旋球打翻落，应该雷电云嗰边应该冇得死啦！我死咗啊！咁啊又冇得救啦，到底？喂，大冷静啲，麻痹咗嘅呢两只应该都仲快过只草降，最好笑呢样嘢。佢有 power miss 噶。唔系啊！嗱，一麻痹，两只麻痹，对一只麻痹咗都麻痹，对面麻醉咗都慢过去嘅草角，咪好有趣嘅意思。阿娟，嗱，而家收贵啲嘅100蚊嘅嚟啊！俾100，一嚿水一次啊，一个水一次。系啊，娟赢咗啦，娟赢咗啦 ，OK 啦，吹捧佢成功我哋。啊！到底佢有靠我字啊？佢有靠俾钱啊？哦，咁啊，一个最高乱数啊嘛，打死咗啦，咁啊，第一场恭喜晒阿卷一个逆转胜利，咁啊，无视呢个字啊，真系好烦啊，雷即系雷超，雷电云最恐怖唔系字系 swagger， 我相信佢冇用啊，唔系啊，雷电云系最另一句更加恐怖就系醒兵，精精精，唔知点死咗，识用一定用醒水，雷鸟都醒水啦，雷云做咩唔醒水？雷鳥可以廢添喎，廢走埋一隻 boost 做嘅 X 六。雷鳥有順風都好啲。係啊，你玩大啲嘅話，可以飛機係啊，自完之後再 air slash。好可惜，雷鳥係冇 air slash 嘅。好啦，重返呢个战场啦，我系重复一次啦。阿卷嗰队咧就系狗噶，蒂亚卢卡代兽，Salamence、Thunderous 同埋 Slenderous 嘅。咦，头先发现一样嘢喎，阿卷系一只 Mega 都冇带嘅。代兽，因为始终佢如果冇咗雷电云咧，佢打凤凰会啲辛苦，我觉得。都是的，因为 Salamence 需要2-3 hits， 要对面不回血先咬得掂。唔系，我觉得只 Salamence， 即系卷呢边嘅 Salamence， 其实我觉得用代兽做啲嘅，真系。呢样嘢留翻阿卷自己决定啦，头先佢都赢咗啦。Don't argue with winners。系啦，我哋都系介绍翻啦，尽量唔好讲咗主观性嘅嘢啦。咁啊，啱啱一场都几有。幾緊張刺激啊！咁啊，記唔記得咧？雷超嘅雷神咧，嗰、那個麻痹嘅概率係幾多啊？30，咁高嘅咩？啖水先啊，不如好冇。咁高麻痹概率㗎，30%。
咁啊，通常嚟讲系咪可以秒杀到啲唔收房嘅盖欧卡噶？系秒杀到啊，但系通常都唔会唔收房咯、啊。而家就算唔收房，都俾人阉尖嘅地会减一减一级。咁如果啱啱雷超冇俾人 intimidate 嘅话，系咪应该可以打到更加大嘅伤害？应该死其实。哦，即系收咗房，雷超冇俾人降攻，就应该秒杀到佢啦。阿 Min 佢有卡冇收房，唔系有收房，跟住嗰边就正常，雷超正常。死啊！睇下收几多，大概。系，即系佢收好多嘅就可以。好啦，你翻嚟呢个赛场啦，而家呢个系今日系 Regional 八强嘅赛事。讲下啫，喂跳，喂呢度嗱，记住呢个位，呢、這个位偏 point 呢个位，啱啦。我而家呢个时候就系两双嘅，系啊，念天灭地对单念天灭地，雷云，我冇攞雷云系地狗同埋沙兰明对呢个沙兰明同埋 Kyoga。罩眼睇嚟讲咧，Red 嗰边嘅优势都几强下，一只只系始终啦，威胁咗嘅步荣员再加埋 Landra， 相对对呢个 Kyoga 嘅威胁都冇咁大嘅。而 Kyoga 有一啲水招啊、冰招可以打到对面嘅，系冰招两只都死对面，睇下高唔高唔高速岩崩嘅。高速岩崩呢啲嘢就算啦，但系我有一个更加大嘅 concern， 唔系 Ice Beam， 系而家 Ice Wind。哇！如果 Ice Win 嘅话都几重口味喎，始终如果咁样神手自我控速咧，嗰、那个打个伤害咧非常之大啊！我觉得咁啊，另外呢边佢呢个 Intimidate 始终咧，因为盖欧卡本身嘅物防低啦，咁啊靠翻自己步荣员嘅 Intimidate 阻翻对面嘅物攻咧，就可以好好咁保护翻自己嘅盖欧卡，可以保留翻血量去攻击。咁當然睇下有冇 Ice Win，Ice Win 係亦都係新少少概念嘅。而家你起即使起 Showdown 啊，甚至乎係PGL 都見到開始常見呢樣嘢。比較啲高 Elo 嘅人先會採用呢啲比較難控制嘅招咯。你知唔知難控制？你住攞只物防咁低嘅嘢去出啲招咧，我唔知做乜。即係你間接係令到自己冇咗一個一擊擊破對手嘅能力。咁你有取捨嘅，有啲人會配合其他嘢使用嘅。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你用神兽嚟，其实佢本身输出性好高，但系拎佢嚟控速，其实有啲损失咯。其实因为始终能够自我控速嘅神兽唔多啦，因为 Ice Beam 主要系想帮自己控速嘅啫，都系。咁当然另一个崭新少少嘅概念就系 Rock Tomb 啦，即系古拉当用 Rock Tomb 嘅。好啦，呢个时候换走 Landorus， 换入咩一啲啊 Lauga， 好。究竟係啦，而家暫時呢日 Yoga 就對兩邊都好有威脅性啦。始終啦，因為加油加擔唔到 Yoga 幾多血嘅。咁啊，順帶一提啦，今日阿卷佢個狀態咧就非常之好啊！今日以全勝姿態咧打入咗呢個決賽。咁啊，大家都瑞士，打咗瑞士。咁以大家都知道啦。咁啊，其實咧就全勝瑞士就通常會有個助陣。好啦，睇翻依家現場情況啦。咁啊，血爺一個順風啊，咁啊幫翻呢一個蓋歐卡控足，然後一個噴水軍走埋對面啊，對面得翻只龍系嘅精靈啊，咁啊應該歐毛啊，但係都唔係歐毛啊，都打咗接近個半嘅喎。呢一枪似乎保守得滞喎，阿娟。点解我今日我明明呢今个礼拜个状态非常之好啊？点解发生咩事？个个都120% 打我嘅。唔好咁样吹捧阿娟，阿娟骄傲而家。阿娟话我唔想中助咒啊。助咒。减速加攻，减速加攻。自。减速加攻加密防。你明知道你两个讲系唔会有用嘅，交俾你啦。诶，唔好咁啦。啊，个券嗰边咧就换走咗只步荣员，咁其实而家咧，佢就换翻只盖欧卡上嚟，可能系为咗真系食招嘅啫。咁啊，始终盖欧卡打盖欧卡，食翻啲水冰招咧都唔好用。咁啊，留意翻啦。咁啊，盖欧卡咧好多时咧都会中呢个冰冷冻光速啦。咁啊。冇熱湯玩都幾麻煩嘅，其實好啦，然後一個高音啊車咗埋佢啦，咁都打咗唔少嘅傷害，然後 CT 咗對面嘅蓋歐卡，然後咧再一個刮潮，一嘢咁滾落去，到底死唔死啊？大盧卡頂唔住啊！咁啊，蓋歐卡都得翻紅血啦，咁啊一個順風嘅優勢咧一路持續緊啦，咁啊最後後面剩翻兩隻怕兵嘅咧，咁就好危險喎。哇！真係食招喎，真係講咗啦。
可能是准备第三场。咁啊，依家仲要顺风紧啊！咁啊，一只咁大淤血嘅水系精灵喺度咧，咁啊，你再验添，你提几多次都冇用噶啦。一千啊，加价啊！我最多俾半价你500蚊。不过 by the way 啦，讲翻呢个场面先啦。我发觉卷嗰队嘢都几有趣嘅地方就系佢其实都冇乜保护去 store out 翻啊 ，tailwind 啊，或 trade room 嘅。我都覺得卷點解唔用一用保護嚟拖個順風，其實好危險啊！對佢嚟講，唔係阿卷啱啱應該想搏一搏開氣胸嘅，但係攤唔住，我覺得咁。其實我望到個鐵梁已經攤唔住。好啦，刮潮唔係喎，如果 ice beam 住打中，喂，我想刮潮應該死嘅喎。其實女冇分別咯，因為啱黑炮開蘇打死左邊嗰只。咁你收埋招 ice beam 啦，始終影到人哋。啊，少啲資訊啊，多啲優勢啊，不嬲我個諗法都係咁。好啦，準備第三場啦。好啦，咁啊都四打一啦吓，加油啊卷，唔好放弃啊报永卷。好啦，顺风终于撑过咗啦，咁啊报永卷有冇机会一个高音嚟个双 CT， 然后最高乱数打死晒对面两只咧 ？CT 都唔使打，我讲下就啦，系抽出镜都冇，你打唔死蓝色嗰只啊嘛？冇保护到，但系。好啦，咁一个写座啦，咁啊打咗埋去呢边啦，咁啊冇 CT 啦 ，CT 打唔死喎。不过始终呢、這个double edge 都几有用途嘅，因为做一个修程，去睇翻只暴荣员会打到几多血。都系啊，所以要撞两下都几高 cost 嘅。比较撞下，不如你。唔好你唔好嘻嘻啊嘛。Travis 会嬲嘅 ，Travis 会睇嘅 ，OK。Travis 長長睇嘅，我會推介佢睇呢場。佢飛咗嗰啲段啦、啊，唔好講佢啲嘢出嚟啦。啱啲一開場就叫翻 Travis 向翻前睇，睇翻第一場啦。跟住話阿高阿冠，下次就係你啦。好啦，呢場咁刺激嘅八強賽咧，就已經進入第三場啦，咁啊。我都係補充句啦。其實阿娟呢隊，我覺得個 lead 嗰度要去控制得好好。不過我始終覺得頭先第二場嗰啲係非常之差，係好差。阿娟係。其實睇翻啱啱阿娟嘅報名員都未出第四招出嚟咯。你唔俾佢冇用到咩？我唔記得咗有冇。要用咩啊？第四招咯，報名員。唔係高音射裝保護。我未出唔用，未出咯。通常好 whatever 啦，阿卷我都有一句小心啲嘅 lead 啦，要 red 加油啦，打爆阿卷，快啲将呢个助咒延续落去啊！通常自己用佢有卡，我觉得嗰只降龙唔会系你，或者只暴荣员都唔系你哋谂嘅配招咯。我觉得好奇怪，其实成队个结构，因为通常咧而家呢个市面会比较多咧，就系双龙。你話雙龍合理嘅，雙龍係多咗好多。啲嘢都會死嘅，夾硬拖腳 trick room 都搞唔掂。所以我哋補充句，阿卷真係好好彩。又冇咁講嘅。今日全勝阿卷喺眾多高手之下嚟上到嚟噶。咁啊，因為阿卷今日嗰隊嘢針對性都非常大。好啦，咁啊睇翻依家咧，阿 Red 咧就手發翻呢個雷超加呢一個波班達啦。咁啊，有冇機會想強化啊順風嗰啲嘢啦嚇？但係呢個時候阿卷終於有啲 improve 咗嘅 lead 咯噃，但係阿 Dialoga 同埋加埋 Landorus， 感覺上好似舒服好多。咁睇翻依家個 lead 就好明顯啦，阿卷嗰邊係有好大嘅優勢啦。要呢啲人要即系要咩个先至肯醒嘅真系。你睇，我哋估啦，开估下边只雷超拍边只啦都。唔拍，换走。我想拍喎，但系。你拍边只啊？
拍呢只。去下梯咪都系气胸，冇分别嘅。咁你起码换一只咯，一换帮忙打走咯。但你会开 off quick 咯，因为始终阿卷会用地震咯，因为佢第楼卡唔惊地震噶嘛。诶，头先阿 Red 嗰个红白波嚟嘅，有冇兴趣开始加入呢个收集联盟、收集球种联盟咧？算我粉红波嚟咯，红白嚟咧。哦，我咁啊换上咗一个草降，其实咧我睇翻其实都几难打呢、這、一个，即系红嗰边好难打呢一个第楼卡哦。咁佢唯一又有進鋒，啱啱講咁耐呢樣嘢，有個叫稀奇空間咁啊！進鋒係唔會理個螺旋球係點，我想講。唔影響嘅咩？唔影響咩？好啦，點知一個龍波洞打翻埋去草降嗰一邊咯，咁啊草降就啱啱好，哇！呢個 speech 變咗好靚喎，突然間冇稀空到喎。但點解唔係打落去 Salamence 度咧？我覺得幾奇怪喎。但即使是咁啦，你 swing 咗只草降，我感觉上个优势都仲系，喂，草降顺风有咩用？我话降低咗攻击力咯。都话高速 power miss 咯。高速 power miss 都系最低速噶。冇，我唔知佢顺风但系换只草降。你顺风换只草降，我觉得呢样嘢少少问题啫。即系你草降本身系已经系最低速去打个螺旋球。大攻擊啦！你順風完之後，即你個速度都唔會快過兩隻冇係一隻正常嘅嘢。我正路應該換蓋卡上嚟嗰邊。即係佢而家呢邊阿 Red 嗰邊順完風，但係其實佢兩隻對面嗰兩隻都冇任何威脅啦。其實 Tearing 係應該影響到螺旋球。不過問題係，即使換入咗 Galaga 之外，只 Dialga 依然係好大威脅噶。Hi boys。好啦，我相信呢一 turn 应该死咗只迷 Lost Line 嗱，都话啊，快过系啊，得快过一只，你本身都快过，咩意思咧？系龙之波动打好合理嚟打落波 Manda 度嘅，系啦。咁而家正紧草降，会唔会又使用佢嘅 Power Miss 咧？或者阿 Red 呢下会唔会系故意令到自己只草降，或者只都实？故意另一隻種子啊！煩惱種子啊！唔好踢 level 唔可以地震啊！亂咁地震啊！唔緊要啦，係時候高速岩崩啦！咩崩？而家有順風咗幾 round？ 兩 round。我覺得阿 Red 呢邊係故意令到血液過勞死換隻蓋卡出嚟喎。咁嘅話，阿卷最合理嘅打法反而係一個龍之波打落去隻草降度由得佢唔理隻。帮翻打，但系倒翻一个时间，咁呢只第九会唔会要死？第九好快死嘅，点都第九点都死啦！呢个turn，因为嗰个好高攻嘅刮潮就等紧阿娟啊。娟有冇谂过保护拖阿turn先？其实我哋好想睇。我都话冇保护咯，呢两只睇个样。系啦，同埋好唔好成日提佢哋啊？好提佢哋喎，你咁样讲。好似系，好啦，娟打佢啦。好啦，咁阿卷嗰边咧就换走翻地狗啦，咁啊换咗代兽出嚟喎，咁啊C3场边终于出场咯，代兽。大刮潮系死嘅。咁啊，依家草降可以做到啲咩都系个问题，但系好似啊龙波洞打咗边边先睇，应该系佢有卡嗰边 ，OK， 咁唔系扣咗好多啫喎。然后中咗嘅一招强力擒边啦，但系拗毛嘅。條毛多到咧，喂幾滴血啊？幾滴 HP 啊？想知嘅人，好啦，而家呢個時候阿卷要選擇啦，因為仲有一turn嘅Tailwind 刮潮，好合理，搞噶。究竟呢個時候阿卷會唔會走去犧牲是但一隻，令到佢一個大優勢嘅出招咧？之後下一turn，其實我反而啱啱度阿卷放只代獸，其實。唔應該咁快放隻代獸咯，其實我覺得。你覺得隻地狗去有得嚟死？唔係，即係你要取捨，地狗重要定代獸重要咯？係二揀一隻嗰時係。咁當然睇翻代獸嘅去招先知道呢樣嘢啦。不過如果我係我咧，我隻代獸會留一留翻之後做一個下馬威，做一個威脅嘅。
即我都覺得其實地球會冇咁重要。即你諗下，啱啱地球如果送咗，而家上嚟嘅係代獸下馬威，其實安全好多。誒唔好嚟，而家仲有一個絕招叫 Ross Life Finch。可能阿卷想留翻 Intimidate 去開下翻呢個草港，咁樣講就其實幾合理嘅。好唔合理，我即代再代獸係一隻。王牌嚟嘅，對呢一隊，你始終就有招格鬥招嘅話，嗰隻草鋼係對都搞唔掂你嘅。喂，傳出招，刮潮唔死啦，唔滿血啊嘛，龍之波動打落去，喂，好緊張啊！呢、這個刮潮係一個 misplay 嚟，我覺得。然後一個魚翅波動反中啊！草鋼咁輕鬆捱住呢招咧，應該可以。但有样嘢，你时候 power whip 打落去应该唔死嘅，死埋。但系唔系，呢个时候地狗换入嚟，反而系一个大范围机 ，boom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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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om， 即系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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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， 地震啦，仲 blah blah blah， 震你个头咩？隔篱嗰只啊，震死对面两只啦，仲你隔篱嗰只，杀队友，救创新。地震地震地震，岩崩岩崩岩崩。到底地震定岩崩呢 ？Why not both？ 地震会岩崩会 miss 啊？地震会炸死一只 Diablo 架噶？理得佢啊！好无情啊！而家啲人 Diablo 架，多谢你啊，大卢卡！你嘅气功冇用，其实根本就冇气功。其实就大卢卡冇气功嘅，你哋咁。講下啫，唔俾咩？系、哎、啊，恭喜晒阿卷啊，应该如无意外啲应该。嗱，除非你嗰只系 Edmund， 佢仲有一只雷超喺度啊 ！Sorry， 对唔住，哎，三嗱、啊、真系 Ross 嚟嘅。咁如果打唔死草降咁点啊？会唔会真系打唔死草降啊？会唔会真系打唔死草降？会唔会真系一个螺丝球打埋我打咗去嗰边啦？但系雷超呢个时候可以有个 fake out 喎，哇，好难揿啊！地狗好似未保护过系嘛？未，但系点解要用呢招？诶、欸，唔知啊，真系好烦。Oops， 真系有保护。雷超有养功嘅。系佢做养功。到底地狗会唔会保护呢？到底雷超系下马威定养功呢？哇，好紧张啊！包剪揼，输咗俾人揼。下马威，喂，呢只落石，喂嗱落石嘅意思佢应该系，哇，因为大牛卡咪 out speed 咗只球卡，我相信系啦。嗱，三位讲评中间系得我独中嘅嚟得。得，我冇谂过读啊，唔好意思，因为我冇谂啲咁嘅队嘅，连读嘅意思都冇，唔需要读嘅。我系观众嚟啊，八系，诶，终于死咗咯、啊。到底地狗嘅岩崩会唔会 miss 咧？佢冇地震，佢系冇得用地震，冇地震。锁咗咩？锁咗咩？好啦，今日恭喜晒阿娟。继续以全胜姿态打咗入去，四强都系全胜啊！三盘两胜计赢啊嘛，好啦，咁啊，好非常精彩嘅八强赛啊，咁啊，掌声鼓励。